IT 全播报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10月24日晚 ，iQOO 推出新品 iQOO Neo 85。Neo 85搭载了一块6.38英寸水滴屏，支持类 DC 调光 ，HDR10， 屏下指纹识别，拥有碳纤黑、电光紫、冰岛极光三种配色。个人比较喜欢碳纤黑，更酷一点。配置方面，则是 Neo 85的最大亮点，升级到了高通骁龙85平台，并采用超级液冷散热，4500毫安时电池容量，支持33瓦闪充，运存可选6或8GB， 储存。可选64、128或256GB， 其中256GB 版本采用 UFS 3.0 闪存，无论是应用打开还是游戏载入速度都更快。后置 AI 三摄，分别为1200万主摄、800万超广角以及一颗景深摄像头。总结一下 ，iQOO Neo 85作为一款升级产品，在2000元出头的价位吸引力十足。iQOO 选择在游戏性能上堆料，非常聪明。对不少游戏玩家来说，摄像头是用来扫码的，他们更看重手机的游戏性能、散热以及续航。虽然旗舰手机拥有更强大的性能、更多的特色功能以及整体更好的体验，但是对于使用党来说，这样的 iQOO Neo 85要香得多。当然，真香是基于价格来说的。iQOO Neo 856+64GB 1998元，6+128GB 2298元，8+128GB 2498元，8+256GB 顶配2698元。另外还有优惠，除了6+64GB 版本，其他版本购买限时立减100元。天猫还能抢200元的优惠券，上面两个优惠可以叠加，不过256GB 的版本不能用200元的优惠券。